关注华强北源头行情，只做无差销新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静。现在我身处的位置呢，是全国最大的苹果手机批发市场，这边的话也有 iPad 可淘。这台的话是18款的插卡64的 iPad Pro， 像这样成色特别好的，电池又是100的，国行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的，只有外版才有啊。而且机器的话是全原装，市场行情的话3050就可以到手。这台的话是一代的 Pro， 也就是2016款的啊。用来看看视频追剧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，同样是4个扬声器，而且还带原彩显示啊，只要32G 的话只要699米就可以到手，几百块钱用来追剧看视频的话是相当的不错。这个是14 Plus 128G 的，电池效率的话是100，整机的话是9899新的成色啊，纯原装，没有什么磕碰，也没有什么划痕。美版的话都是没有卡槽的，已经改好了双卡，双卡双待，和国行的话是没有任何区别，到手的话4400米。这一台是苹果的12128G， 通电的整机成色咱们看一下啊，98新的样子。然后电池效率的话是99，通电的话只有20-30次啊，纯原装的机器，精品纯原啊，非常的稀缺，2999米，3000左右最近性价比的苹果手机。这一台是市场淘回来的13 Pro Max 256G， 13 Pro Max 的话也是功能续航非常强的一款机器啊，整机的话也是非常的新，电池效率100。市场的行情的话在5700米左右啊，到你手的话是5900多米到6000米。现在帮粉丝挑选的是 Reno 8 Pro 加8+256G 的，整机外观的话是9899新，天玑8100H的处理器，这款的话也是属于一个中高端款吧。老款的话很少有成色好的话，这个的话咱们是1850米就可以安排。这台是1+11、16+256G 的接火未使用的机器，外观的话是完美的一个成色，官方在保修，没有使用过的机器。这款机器的话卖的不是很好，所以的话库存非常的多啊，3270就可以安排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更多市场行情的话可以下方评论或私信，我是小军，咱们下期见。